到台北的车票。大哥哥可以带我去吗？你一个人去台北要干嘛？还要跳舞比赛。跳舞比赛？你跳什么？肚皮舞？不是啦，是贝丁。贝丁是什么东西？狼嘞？我们在狼狼照一堆呢。够强了没？你干嘛想啊你？这是我们的 CD， 我们是摇滚乐团。还有什么？如果我拿到冠军，爸爸妈妈就会回来，不会把我一个人就给阿妈了，对不对？小胖，赶紧上台。哎呀，哥哥，我也是在这里啦。好了，走路。哎呀！听说你的乐团解散了。乐团梦想是可以，他只是不红，钱也是要还的啊。总之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就是要一直跳下去，不可以放弃，知道吗？